哦，有那边都有酒瓶哎，大家是觉得自己在制造遗址而已，比我想象的好走哎。哎，好，玉师傅，玉师傅，哎哎哎 ，Action 吗？好 ，Action， 哎，开始。哎呀，现在早上6:17，我跟阿胜要出发啦。Hello， 欢迎来到艾克的频道。这是从北海道回来后的第一个户外旅程，天都还没亮，看来又是趟热血之旅啦。似乎骑到了某高铁站，要等人一起出发。阿志好。嘿。咋？好妖。哎，这位叫婷宜，这位是阿胜。哎，这是阿志啊。阿志，那阿志，阿志有要来吗？你忘记我了吗？我不认识你啊。笑死了。好吧，他们确实是没见过。一早闹一下阿胜也是挺有趣的，笑一笑也帮助醒脑。我们今天终于要去艾克笑想很久的位于新竹尖石深山处非常有名的侠客罗古道，这里是赏枫的最佳秘境，结果艾克却挑了一个樱花季前往，是不是很逗啊？不过我相信美的地方一年四季都会很美吧。樱花洒满地里，是这里80公尺，冰王把你丢下了，我们回去了。yeah. 好，我们等阿志来，就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想说的。对啊，一直都在录啊。擤鼻涕也进去了，拍谁？我拍谁？哎，好哎，刚刚前面真的都没录到哎。那还好啦，因为我们还没开始爬。哦，还好没开始爬。这边是养老登山口，然后现在已经9:30。我们今天全程步长大概要走20公里，到白石吊桥是我们的目的地。应该不会走到白石住宅所，因为那边要在更后面的。那来回20公里，大概要8个小时吧。希望在天黑前一定要下来。对，不多说了，出发喽！好，出发，出发，出发 ，Go！ 那个好像有一些要攀爬的地方哦。对，我要徒手。手脚并用吗？这个 idea 还不错。那你说 A B 两边？对 ，A B 两点，就我们两个先碰头交换对方的车子，然后各自一边从养老，另外一边是从白石登山口。对，从另外一个登山口，然后在白石住在所碰面。对，白石住在所碰面过夜，第二天我们再各自换钥匙，就是回市区那边。最后他路是会碰在一起的吗？要绕到竹东还是哪里？哦，对啊，其实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可是这样子你可以走完全程。不过我在想，那个住在所跟吊桥应该是最值得看的。还有一个叫马鞍住在所，对不对？到白石吊桥前，我们好像会先经过那个马鞍住在所。哎，我们追上前面的人呢？怎么会？我们有走这么快吗？而且刚刚在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人去登山口。你说什么？没有，我说像那种叫叉叉古道的啊，我觉得路通常都不会很陡、啊，因为它以前就是古代人给牛车啦、啊，还是什么轮胎在走的，所以应该是就这样缓缓的过去进出进。为什么会有这条侠客罗古道、啊？这个我们下一期再专门做一集来讲解。下一专门做一集为你讲解。侠客罗古道是之前日治时期，应该说先说是这边的部落很重要往外的一个交通主线。那个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遗迹？好像是因为他们是日军吧，一样就是讨伐我们山上的这些原住民各种部落，所以他会修建一堆像现在的住宅所、警察局，然后一些围墙啊、炮台什么的，在这边生活。所以这边其实好像有很多什么那种什么酒瓶啊、碎的碗啊什么的。对，新闻上对，他们有人来这里捡那个玻璃瓶，然后被骂那个那什么 ？OK， 应该是从另外对面算过来的。对面算哦，那我们走2K 了，总步程是22。你看这长得很不起眼。2K 了耶！我们走多久了？15-20分吧。是骑进来吗？这个木头站板是可以直接这样骑的吗？有那种被追逐的感觉，好恐怖哦！我们等一下让个道。Hello， 加油！嗨。
原住民嘛，口音蛮像的，不知道是载什么物资上去吗，还是什么？突然也好想要补补补补，冲进去。阿志有没有信心？合欢西北，合欢西北有那、這个。要啊，要去吗？合西北风比较有把握，合欢西北。看你们的影片 ，OK， 我有把握。哎呀，侠客楼都走了，哎，突然觉得侠客楼有点太简单。侠客楼大概是公园等。这不是路很长吗？好的，各位，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第一个比较可以休息的地方。大家看得到吗？目前白石住宅所是这个蓝色线的底部，我们已经走快一半了耶。哦，几百块而已。对。你要使出你的那个吗？财官特技。这是有什么特技的？来来来来来，有有，真的是才艺哦。哦，接头一了，靠，超强的，有什么特别的啦？我们好像到马鞍住宅所哎，房子嘞，是上面那个吗？没有，哦，就是这个平台了，不然去看一下。哦，平台哦，土屋啊，土盖 的，方形坑内有九坪。哦，这个，啊、它整个就是这个，都还有啊。它这个是一个围墙围的一个区域，这是土墙。哎、欸，保特瓶是结构的哦，保特瓶结构，哇，已经被各种。树杂乱的树枝掩埋了，哎、欸，其实还是有枫叶的耶，只是变小小的。哎、欸，大概还有2.5到3K 的距离，就会到白石吊桥了。哦，超棒的，这个感觉像在溪边那种小野炊，就哦很享受。吓到我，这个是山上的吗？感觉不太像是他们自己养的耶。走走，那狗狗是跟着你们走，还是你们？没有，它是那个原。那个部落的，然后他就只是沿路找人要食物而已。啊，有一段有一条那边浅，有一段陡上陡下这样子。我们应该到住宅所就回去了。嗯，对，因为到住宅所前有一段就是路比较窄，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安全这样。往白石住宅所后面那一段缓上，加油。好，那不去了，直接折返。武神住宅所，1922年诶，好久以前哦，刚好100年诶，分有上下两层。坡道有啊，有什么发现吗？那个古道专家，绿色那个感觉像酒的，酒瓶吗？是哎、欸，是酒瓶哎、欸。哦，有那边都有酒瓶哎、欸。喂，还是现在大家是觉得自己在制造遗址？哎、欸，我觉得这边好适合野营哦、喔。Hello， 你好。午安。终于，哎，好，玉师傅，按订阅，订阅赞。我叫艾克，艾克，艾草的艾，巧克力的克，艾克，可以搜寻我。好，哦，你们在拍片啊？对，我们一起的。对，是要拍那个吗？你拍片，他是，他们两个是配角。啊，我们两个是观众，拍手，哎、欸！哦，我主要是登山、百岳，就跟大家一样，应该都是喜欢户外的。我们当天来回，我们没有住，不过我们可能白石吊桥就会折返，因为后面到住宅所好像特别难走。对，知识型的山坡，跟你好像。你不用去坐那个阿里山火车，你在那边就快了。都人力火车。哦，我听了都怕了。订阅率多少？订阅。快破万了，快破万了。对，哎，加这几个就破万了。准备，大家帮忙支持一下。我降档几秒哈。好，大家帮我拿。那你要开始了吗？那你们变主角。好了，哎，哎，你要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哎 ，Action 嘛。就开始了，来来，妹妹，哎，这样嘛，对着。你帮我欢迎。好了，他已经开始录了。哎、欸，我们拿登山杖，要不要做一个桥？好，继续喝，继续喝。哎 ，Hello， 我们很会玩呐、啊。哎、欸，等一下，你们，哎、欸，你们走，哎、欸，我要动态还是静态的？我要跟着你们走吗？哎、欸、哎，喊 Action 吗？好 ，Action！ 哎、欸，开始。然后你们去到影片上面看到才好玩。原住民后面是载个妹，他看到妹。哦。啊，我看到。你是干枪？我看到枪。哦。那个妹妹看到那个帅哥，那个原住民那个体貌，那个我们三个看的点。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正常。你看枪。打猎的。因为我没有灯眼。谢谢你们，拜拜，拜拜。哎，等下我们从这边要开始绕是？哦，机车只能骑到这，哎，接下来就要用爬的了，比较陡。靠近白石吊桥之前，大家就注意，斜坡比较陡啊，旁边就是真的就是掉下去了，就注意安全。呜呜呜呜，才刚出完，就是
蛮陡，没有做效果。我今天已经踢到第十次了吧，这石头。耶、yeah, ，各位看一下，超级陡的。这看得出来吧？这是七八十度。听你在等什么好时机吗？感觉背下是一个好方法。我现在拍停，就知道这个有多陡了。经过一番陡上之后，我们就到了吊桥。你们是从白石登山口过来的吗？养老哦，养老，那跟我们一样。现在多少人？20个，还好，走。大家手上的东西拿好啊，掉下去就没了。哇哇，走到这边，哎，这个比较简易的吊桥呀，阿珍。哇、哦，有点高哎，而且它是不是没有想象的这么牢固？很壮观哎，哇塞！自从雪国回来后，最怀念的还是台湾的山林景致，那种最熟悉、最对味的大自然感受。虽然说这次没有看到茂密盛开的枫叶，不过就很像如果去了北海道没有看到雪景。不过在春夏时去，也有樱花、薰衣草的自然美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变化，等我们去收藏、体验、感受。这是艾克和伙伴们去侠客罗的故事。那下一次又会去哪呢？哦，这个，这个画面好疗愈啊！白石吊桥，我们吃饱了，应该没有什么残渣啦。回程哦，各位。S 登山推回去啦，成功！呜呜，到了到了！哈哈，超开心！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走到脚趾有点痛痛？我觉得有点痛哎、欸，一直磨一直磨，磨啊磨啊磨。三花，哎呦，怎么有人撑伞啊？老样子啊。好，一句总结，那个没有枫叶的时候不要来。大家都被我骗来哦，枫叶好美，在地上，都已经有啊，有枫叶都在地板上了。对，还是秋天吧，秋天靠近冬天，应该那时候枫叶是最美的。不过我们这个季节来，二月来就是有樱花啦，沿途骑车干更美。那就持续关注艾克频道的哦，我们下期见，拜拜。拍水。吕书智同学，意想不到你居然会比我们还晚到。我想说你应该都是那种超级早出门那种。早上有点塞，对，就是然后一个红绿灯就那90秒，那等得很燥。